将军，你不得再喝了。为什么不能喝酒？拿酒来，酒都被你喝光了，那就给我买去。将军，我们战败了，中国人不再卖酒给我们了。不。 我们不会战败，我们绝不会战败。大日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将军，你喝多了。天皇陛下已经下诏投降了。天皇陛下是不会投降的，那是铃木外相和东乡外相逼着天皇颁布的诏书。 真正的大日本勇士是不会投降的，知道吗？我的父亲就是一名真正的勇士，他不愿意投降，不愿意当俘虏。是。他在东京剖腹了。告诉我，你是不是一个勇士？ 你愿不愿意投降？不，我不愿意做俘虏，我不愿意投降。好，我们不会投降，绝不会投降。可是将军，天皇陛下已……不要听那耻辱的诏书，我们有军火，这是我们战斗下去的资本。 为了胜利，为了胜利，金兰，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我看了二弟的日记。 我哥确实是日本人，或许二弟正胜、立春的死和我哥有关，但这个仇我报不了了，因为我哥的全家都是我爹杀死的。 你说什么？我说的是真的，恩恩怨怨，让人这辈子活得太纠结了。日本人虽然投降了，可是战争还没有结束。周世能现在成了上海地区的接收大员，而且他合谋日本人，共同对付共产党。 非常也成了帮凶，我至今都不敢相信，他们是我哥杀死的，我哥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 我们得为他们讨个说法。让我们俩去，可是秋山和夫，他认识我和江畔。没错，我们打过好几次照面，尤其是天行。我也没有想到秋山会在那里，不过你们放心。 明天的约见，我提出不让他参加。你不让他参加，他也会在暗处操控吧？只要他不出现，那就好办。我们想点办法就是。我不放心的是，秋山和夫和大田答应的这么爽快，会不会是另有原因？天行能想到这一层，我真的很高兴。我倒觉得他能答应，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因为秋山和大田一样，急于想把这些武器派上用场。我还是觉得有点快乐。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觉得我们给他画的这个饼太过于虚幻。可是现在日本败了，时局已经发生了变化，秋山和大田已经是晕头转向了，再加上他们又不甘心失败，又想拼死一搏，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病急乱投医，只要有一根稻草，他们就会牢牢地抓住。没想到我们这步险棋走出胜算来了。 明天他们同意会面，不会有诈吧？我倒是觉得，这个秋山能在大田面前谈这个事情，那他也就是相信大田的。另外，急于收拾烂摊子的周史能，也顾及不到这儿。即便是顾及到了，大田也不会相信他。所以，我们现在利用的就是他们互相不信任和整个上海权力真空的混乱期。 佛家圣地，竟然成了这小子放军火的地方，哼，真是可笑。几天不见，大田这个公子哥，居然还成了人物，还真有几分血性。人的潜能都是逼出来的。走吧。 待て。少々出して。 行きます。よく調べたか。はい。 TNT 520箱。銃は10万丁。弾は数万発です。残念だ。こんなに多くの武器は使わなかった。そうです。今度は多くの武器は20手段余りの武器になります。覚え。 命令がなければ誰でもこの武器を使ってはいけない。はい。大田君。嗯。你们不是小姐，那我又该怎么称呼你呢？叫优子好了。优子，很美的名字。 开车。对，你想起来了，这位是曾满优子小姐，我当然认识二位。曾满优子小姐现在是上海煤机关的总负责人，她是被派来接管你手里的军火的。既然是煤机关的人，优子小姐好像没有权利要求我把军火转交给你。这是冈村最高司令官的命令。 冈村，请出示他的手令。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打电话亲自跟他请示。你不要忘记了，我们属于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我只听命于大本营。你也不要忘记，冈村大将是驻中国的最高司令官。他是最高司令官，却要把这批军火交给国民党。 你认为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吗？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要知道，现在我们是战败国。我不认为我们战败了，即便是战败，也要战败在战场上。像这样的失败，我不承认。既然你们要投降，那就恕我不奉陪了。赶紧给我走，不然我把你们都抓起来！ 没想到一个花花公子还挺有骨气。
回去以后派人盯住军火库。好，我知道现在军火库可是你最后的救命稻草。你尽管跟那位曲先生的中将朋友谈，这件事是否可行，我心中自然会判断出来。田先生，我们今天的谈话也算是机密了。我和我的朋友不希望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还有第四个人知道今天谈话的内容，包括昨天你的那位朋友。不会的，请放心。你那位朋友在上海滩可是太出名太扎眼了。怎么，曲先生认识他？大名鼎鼎的秋山和夫大佐，在上海滩还有谁不认识？恐怕大田先生您都得听他的吧。这件事情我说了算，他不过是敲敲边鼓。敲边鼓？他的边鼓一敲都敲到接收大员周使能那里去了。你这笔买卖还有谁敢做呀？既然大田先生没有诚意，那批军火你就留给周使能吧。等等，这件事情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怎么相信你？那二位就言归正传吧，我这个媒人就不打扰二位了。昨天已经听曲先生讲了很多，今天我想听听您的高见。要不是为了这批军火，我都懒得跟你废话。惭愧。中日战争刚刚结束，但中国目前的现状真是让我失望。下一步蒋先生势必跟共产党为了江山争个你死我活。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又要经历骨肉相残的内战，想想多么让人心痛。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拯救中国。将军阁下说得很对，不过这些只是你们中国人的事情。不不不不不，这不单单是我们中国人的事情，也关系着你们日本的安危。想一想吧，在中国的日本人有数以万计，光日侨就70多万，这么庞大的一个人群，光靠陆运空运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日本？就算回到了日本又怎么样？看着美国的脸色活着吗？
美国在你们日本丢下原子弹的时候，有没有一点怜悯之心？有没有可怜过你们？美国永远是大日本皇军的敌人。美国啊，现在在帮着蒋先生大量运兵。苏联在东北进攻了关东军，这苏联可是共产党。啊，美国、苏联都在发展盟友，可是你们日本，日本在干什么啊？不要再说了，我愿意和你们合作。你好好想想，我可不是在勉强你。我手里面掌握着540箱炸药，30000多支的步枪，10000发的子弹，这些军火我不能够给共产党，也不能够给国民党，我想送给你们。大田先生，你是聪明人，需要我做点什么？我希望能够保存我大日本皇军的血脉。那是当然的。这样，我把你送到豫西南，那儿全都是您的同胞。您看呢？谢谢。今天晚上6点，你们可以来运物资。刘部，嗯，晚上见。秋山大佐と俺とお前の気持ちが同じ。天皇閣下は絶対降参しなかった。大日本帝国の恥だ。帝国の勇士の恥だ。今日からまた君たちと一緒に天皇の尊厳のために一緒に最後まで戦うことになった。このことは絶対に肝に銘じてほしい。死してなお降伏せず。降参しな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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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江北的新四军武器装备老化，弹药匮乏，有了这一大批的军火，那就是如虎添翼了。特别是这一大批的 TNT 炸药，部队十分需要。刚才大田跟我说，这 TNT 是现在威力最强的炸药。我们根据地的材料非常的缺乏，如果真搞到这批 TNT， 可帮了根据地军工厂的大忙了。根据地那边现在找到渡江接运的卡车了吗？都已经安排好了，我已经筹备了几辆遮棚的载重卡车。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运出去。国民党的部队还没有到上海，军统虽然不少，可是他们不会把注意力放在军火上面，唯一制造麻烦的就是日伪军。这帮可恶的二狗子。中国有句话你一定不会陌生，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听不懂特派员的意思。你少跟我装糊涂，我让你赶快把大田真佐手里的军火交出来。你拖拖拉拉的办了几天了，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你们的天皇都已经服软了，你还扛着什么劲儿？大田真佐在加紧盘点，清点起来还没完了。接收上海已经让我焦头烂额，人手乏力，你只需要把手里清点的明细交给我，把那些军火集中起来存放就行了。等到国军抵达上海之后，自然会全部收缴。好吧，我再催一催。不录了啊，我先走了。当心啊，这边应该再高点。等一下，啊！你去诊所干什么？
我去看看房子，他们诊所不干了。谁说他不开了？房子的主人说了，他就要回乡下去了。好，哎，丁先生，哎，你不好，慢点啊。 欠着秦小姐一条人命呢，按说呢，我本该自绝于她面前。可是现在上海正在接收时期，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撒手人寰去见她的父亲呢。不光你对不起她，我更对不起她。你不必自责。为了抗战，我们做的牺牲。 都太大了，有的事是可以把责任推到日本人头上去的。哦，对了，我忘了你的身上流淌的是大和民族的血。算了，不谈这个了。现在啊，日本人已经不足为虑了，我们要做的是要和共产党抢时间呢。我们要赶在他们前面，把地盘抢到手。 我问你，满优是不是不想回日本了？他是一定要回去的。怎么？你想跟他回去？我现在只想知道，我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非常，如果你真的想跟满优回日本，我可以想办法。如果你想留下来。 我也不会亏待你的。我真后悔认识了这个女人，要不是她的话，我现在还在行侠仗义，独自逍遥。话不能这么说，非常。你要记住，之前的你呢，只不过是个杀手，现在你已经是党国的人了。国家大治之后。 是不允许杀手存在的。至于满优嘛，现在国军尚未开发到上海，在这个权力的真空期，他还是有一些存在的价值。对了，抗战胜利之后，高天行就没了踪影。你和他是兄弟，他的下落，你还要抓紧时间打听一下。 他现在是共产党的人，我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曾经也是我的人，只可惜啊，跟错了人，走错了路。说什么呢？这么热闹。我还有事。非常。 不必管他，你那边怎么样？我刚刚给大田真佐打了电话，一提到移交军火的事情，他就说他只听命于东京大本营，就把电话给挂了。所以这件事情，你还得想想办法。这个大田还拗得很呢。也罢，暂且就让他先替我看管着吧。等到国军开拔进上海，交也得交。 不交也得交。我就是怕夜长梦多，害怕秋山和夫他会打那批军火的主意。他会打什么主意啊？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一点事情我还能办。我还是不放心，怕出了什么意外，周世能盯得太紧了。正是因为周世能他们盯得紧，所以得赶紧交货。他们马上就要来取了。如果让那个曲先生看见你，说不定他们会更改主意。等那时，这批军火就真的交给周世能了。 好了，你回去吧。有事情我给你打电话。不过你穿军服倒是挺好看的。是吗？不是这套。 我明白了。啊，老太爷以前当过兵吗？早年间，在保定军校读过几年书。怪不得看这身板就像当过兵的。你要是没来上海，一定会率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这一将功成万骨枯啊！没有谁愿意天生嗜血的，可很多时候，这太平日子是打出来的。 走吧。好。等这批武器到手之后，必须马上送出上海。这周世能的鼻子，比狗还灵。我已经同新四军的苏浙军区取得联系，他们会派人在郊区负责接应。另外，组织上考虑，你们两个在上海的熟人太多，决定让你们随这批武器。 转移到天目山地区。那太好了，我们两个终于可以归队了。可是我还是想待在上海。怎么？你在上海还有未了的心事吗？任前辈的仇还没报。天晓啊，你要先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打击敌人。放心吧，这些仇早晚有清算的那一天。 你什么时候来的？每天来无影去无踪的，跟个幽灵似的。天天喝酒，你可真清闲。要是让周世能看到，又该不高兴。你不要跟我提他了，他现在是小人得志。现在是人家的天下，得志猖狂也是应该的。来。 跟我喝一杯。不喝。新兰要回乡下去了，这个家是被我弄散的。你说他回去了，一个人能干什么？
满悠，陪我喝一杯。不喝。满悠，放开我。喝不喝？嗯，我不喝，放开我。你喝不喝？不喝。 这边请。请。我回头拿点钱给你，你给秦姑娘送过去，再问问她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回乡下也好，这上海滩也不是他能待的地方。等国军来了，还指不定要闹出什么乱子来。你问问他什么时候走，咱们俩去送送他。 什么？你的人看清楚了？嗯，他是亲眼所见，应该没问题。这个花花公子，看来是想铁了心的跟我过不去了。他如果敢这么做，那就别怪我周世能无情了。马上安排人跟我去追击。我让他们准备了，一会儿就在院子里集合。哦，对了，叫上秋山和夫，也该让他处处理了。可是他不在。 刚才打电话来的兄弟说，他在静安寺附近看见了秋山和夫。静安寺，这真是个老狐狸，看来也想打这批军火的主意啊！哎呀，都怪我这几天忙昏了头。听说这批军火可以装备20个师的兵力，要是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那戴笠可就要我脑袋了。秋山再糊涂。 也不会把这批军火给共产党。我就是怕他自作聪明，想要拿这批军火拼死一搏。他要是闹出了事，最后戴笠追究的还是我们特派员的责任。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吧？算了，你还是别去了，你的身份太特殊，现在还不方便露面。
在家坐镇吧。那我叫上飞常。我看他最近好像很不正常，还是别让他去了。秦心兰要回乡下了，她很难过。回去就回去吧，上海是秦姑娘伤心的地方。哼，没想到任肥肠对她这个乡下妹子还挺上心的，难过也是人之常情嘛。他对秦心兰的感情远胜过我。他和你可不一样啊，你对他说白了都是一直在利用。我说的没错吧？其实我也矛盾，对于这个男人说不爱吧好像也不对，可是说爱，人非常除了会打打杀杀其他的什么都不会，或者就像是特派员说的那样，利用的成分多一些。你当初和秋山和夫不就是看中了他这种打打杀杀的本事，才从任海龙身边把他拉走的吗？当时秋山和夫想拉拢任海龙，后来发现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才会挑拨任非常和任海龙的矛盾，让任非常为我们所用。你从中起的作用不小啊。起初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一个不长脑子的男人根本就不会成什么大事，可后来秋山不能摆平任海龙，我只好参与其中，把任非常给拉拢过来，间接掌握任海龙，不让他坏了我们的事。再说了，服侍任非常，上海滩那些大大小小的黑帮，谁要是敢不听话，任非常就帮我们搞定了。说白了，任非常就是我们养的一条狗。我是周芷能。什么？我知道了。出什么事了？大田真佐这个混蛋果然要把这批军火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不行，我得马上带人去静安寺。不如我跟你一块去。你别去了，毕竟你的身份特殊，还是留在这里坐镇吧。快快，是快。你坐在这儿干什么呢？我想和你谈谈。有什么好说的？不准走。有什么好说的？你找我不就是为了干那点畜生的事吗？来呀，你坐呀，来。没有，我现在一个亲人都没有。我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别这么对我，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别叫我满优，我叫曾满优子，你叫我满优我觉得恶心。是你，是你杀了我二爹。你到底做不做？不做就滚蛋。你还害死了立春，你怎么这么狠毒啊？你怎么这么狠毒？你怎么这么狠毒啊？你说，放开我！说，啊！你信不信我掐死你啊？啊！信不信我掐死你？放开我！掐死我也没有用，掐死我也洗不清你的罪过。正是，李春，还有你的假爹，都是被你杀死的。你才是，你才是罪魁祸首。什么？你说什么？才是罪魁祸首！我掐死你！放手！放开！我掐死你！
吓死你！吓死你！长河夕阳，倒映出多少折戟沉沙，古道老树，道不尽几度雪夜风花，庭院深深，只留下一张温雅。长河夕阳，倒映出多少折戟沉沙，古道老树，道不尽几度雪月风花，庭院深深，只留下一